Werner!保健大哥，你有什么问题？说又来了的意思。哦。他说车又来了。车呀。什么鸟？都说第二分吗？不然一看。下一个一二三五。走吧。三分，你想骂他好嘞？三十三分，这意大利这几天姐连桃园都还没到。你刚好，我刚开始，还是蛮健少。下午会打你，你刚好昨晚在吵。就是怕我说。再给我看东西啊！你放炮！还有又想来。哇，一家包，杨英浩的，好，杨英浩的，对，杨英浩，卖什么火车？对，哦啦，卖炉啦。这个就是九百，好了，有六百啦，不然嘞，问订阅废话哦，你不想订阅我，看你的嘞，问。看你的，问废话。拿手机出来啊，来。一单嘞，拿手机出来，我会办订阅。手机在手上。在手上。好了，一点走了。好电了，没电了。啊！好一点走了。哎，真的就有新出现出来，大家注意看一下。哎，真的就有新出现出来，要注意看。但我这算是一种女生。我也好奇，你们怎么上船？我就说不用怎么上船的，用手机直接上船。我就说不用，我手机直接上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就说，但我这不会塞车的。你快教我怎么上。教你怎么上船，那有什么问题？那你就教他。教他，我知道教他，但是你要看一下。我现在录影的，我怎么样？啊、就拍完就等下再教啊，很简单啦、啊、就至于进优秀首页的优秀首页下面中间有的加的啊，你会不会有的加的那个符号怎么样？哎，九百啊，没有啊，你进优秀首页，然后你看到下面的中间有的加的就是它加的符号，有的加的符号。